同庆，请你说你的谢词。首先，谢谢部长。今天能够站在台上呢，证明了接受其实是很重要的。感谢大家呢，接受一年比一年圆，肚子一年比一年大的我。像我这种类型的，其实在这个圈子35年了，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，他们都是我的女神和男神。感谢呢，让我真正认识到戏剧的张悦成和林养中，把我带进广播的何子干，在综艺组给了我无数机会的林培琴、江丽斯、嘉怡、Elaine、Glenn、美琴、Ginto、永华姐、Johnny、李一文，还有文树森先生。谢谢王友红、周妈，还有 Paul Yuen， 在戏剧方面给了我很多机会。我热爱我的广播工作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要谢谢不同阶段帮过我的人：蔡芙蓉女士、石慧敏、冯慧诗、杨金英、江江，我的老板 Angie、Rebecca Yap、佩文、阿德、橘子。娱乐圈呢，不是每一天都顺风顺水的。谢谢老板娘 Locking、Dorinio 和 Ivy Low， 在我失意的时候给予关怀和鼓励。接下来呢，我的人生呢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明天开始，我将重返校园，当一个3年的全职学生。哦，谢谢。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。虽然工作量会减少，但是我不会离开遇见蝗虫，因为遇见蝗虫，我们并肩作战，我们是分不开的。最后，我要谢谢陈汉伟啊，让我在5秒钟这样变出来。嗨，恭喜你啊，你 muscular 来这个病。OK， 其实我看到这么多明星，我现在很紧张哦。我要在这里呢，谢谢重庆的家人呢，他们也很爱我。因为时间不够了哈，我要谢谢呢，Mr. Lucas Chow， 非常支持 Aunty Lucy， 给 Aunty Lucy 很多的机会。也要谢谢所有呢喜欢重庆还有 Aunty Lucy 的朋友，谢谢 CQ Friends Club。最后呢，要感谢所有没有忘记我的朋友，谢谢大家，恭喜。